欢迎来到 Moon TV 新闻频道，我是裴兰英，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。追忆逝世朱丽静，爱城台下哭一片，网金于院起缺席了第57届金钟奖追忆逝世影人桥段，回顾过去一年离开的电视综艺戏剧圈的目前幕后人员，其中陈松勇、脱线、张国栋、唐川、顾宝明、刘颖商、长风、明京城、菜头、八哥、爱城、朱丽静都再次透过照片现身金钟奖，全场掌声不断，只不过当中并未见到于院起身影。回顾逝世影人，曾宝仪引言也说，人们就算被分开，只是在某个地方而已，再见不是再不见，在我们心里有些人未曾离去，谢谢你们在这个时空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，在那一个地方依然是最耀眼的明星。网友看了相当难过， PTT 一片泪海，纷纷说好多熟面孔，很用心整理好感人好催泪的影片记录，最后这几位哀越看越难过。感谢您收看 Moon 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